今天去市里参加个活动。呸！平时让他在家穿个裙子不穿，今天怎么穿上了？好看。你看那个也是裙子啊！哎呦，来风了，来风了！大哥都不想去，我跟他说有美女，他才去。走吧，车来了，上车。这做个商务的人是吧？嗯。让你买不买？咱这次出去是干啥？发言还是听课？听课。哦，我能进去听听吗？没有，就一个名额，你进不去。那你让我来干啥呢？我回家吧。反正下高速了，50多里路，你自己跑回去吧。你给我500块钱，我喝酒去。不行，我得跟着他。你看他今天打扮的，穿着裙子，穿着啥的，我得跟着他。杰哥，你也得看好你媳妇啊，跟着啊。到地方了。啊，慢点，慢点啊，钟主任，慢点。哪儿？那不在那儿看着吗？演播厅。哦。带你们来干啥来？还喝酒呢？你看。哎呀，香不香，杰哥？走。来随便吃点，吃完去看美女。呸，不是开会。快点玩一个，快点，人家开会开始了，快点。到了啊，人家开始的时间是1:30，现在都1:27了，我们才开始去。快点好，他回来是吧？啊，行。天哪，这么多人呀，都是迎接打板，咱啥时候有这个派？你想得美。哎呦我的天，这么多人。你没看建哥那个眼睛光瞅美女。什么竟然不让我进？走，在外边看看美女吧，也挺好。我倒是想，谢谢。哎，我看看人家穿的裙子和你们三个穿的裙子，你们穿的还算比较保守的啊。我能往前凑一凑吗？我上前面去。去。我上前面去。我的天哪，都是腿。你喝多了没有？来了。哎，这排场太有面了。我去，高点。看不见。你干嘛去啊，建哥？我让他给我签个名。你回来吧你。不进去，建哥被挤出来了。你看这俩人，伸着脑袋，瞪着眼睛，在看美女呢。哎，人家都进去了啊，我捞不着。从这里进去，从这儿上楼。哇，就这儿，演播大厅，从这儿进去。我们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了，基本上人都到齐了，我们这个会议马上就开始了。你看都在直播，这里也在直播。一会儿我们宁阳的大卫就来了，给你们拍一下。暴躁老高来了，来进来，来，我先生来了。开始啦！午夜的泰山雄伟壮观，今天高峰晚会。今天的杨书记各位来宾，大家下午好。主要是那个商家，还是那个大人。开完会了，建哥没落到进去，都等急眼了。讲的啥？就是让你给家乡帮忙，助力家乡。哦，好了，回去了。我没开会，你在外边干啥？睡觉，我都打呼了。咱现在干嘛去啊？吃饭去了。哎呦，这小女子。朱主任。哎。你第一次开这么大的车，慢点啊！把我闺女给我接来啊！好，回来接柠檬，柠檬，柠檬呢？在家。你爸喊你去吃饭，你去不去？去。建哥这家伙每次吃肉都忘不了他闺女。走吧，去找爸爸。走。高兴的哟！快去吧，你爹在那等着你呢。你在家没喝水吗？这么渴。嗯。喝吧。柠檬最高兴的就是下馆子。是不是柠檬？嗯，蓝莓山药太好吃了啊，凉呀。外边冷，我们又跑房间里来了。看人家建哥今天跟着啥事儿没干，吃了两顿了啊。给你点的要不要？你的最爱。你的最爱。呀呀，你有没有吃羊排呢？妈妈给我吃。太香了，太香了。吃肉吧。那我想吃了妈妈吧。柠檬忙着呢，这会儿忙着吃肉呢。哎呀，喝完回来了，你看建哥走路直打转儿。我再给你翻个轱辘。哎，你别翻。柠檬，你爸喝多了吗？喝多了。行了，朋友们，今天就这样吧，拜拜了。